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欢迎您乘坐南方航空 CZ5843 航班。本次航班由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飞往林芝米林机场。本次航班预定航线距离为2406公里，预计在空中飞行3小时14分钟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我们已经抵达林芝米林机场，感谢您乘坐本次班机，我们下次旅途再会。